好，咁啊，七点啦，马上开始水斗神，搞得好有先啦。咁啊，木天啦，应该 OK 啊，双进神木天啊。嗱，啲人讲得好鬼易打喎，唔知佢哋，我问过 group 嗰啲，佢哋话系一个唔使接关嘅救极嚟，唔使接关啊，超绝都冇得接关系咪先？一开波我。拎过下嗰个攻略噶，佢就教先打死嗰啲雀仔先啦。咁嗰啲龙嗰啲龙嗰个爆嗰个骷髅标记系会解毒嘅，应该一范围嘅解嗰啲解状态可以咁讲啦，系啦。伤害壁，哇！佢嗰个派胶，哇！佢地雷原来派胶啊，死啦！我以为系扫雷嗰啲地雷，派胶地雷。咁派胶地雷真系一定要硬食噶咯。哇！个异常状态解唔到个地雷 PK 啦，咁唔好，咁啊，即系其要喺地雷爆之前 KO 佢。好，哇！靓关键女友，好，第一关突破。咁啊，第二关都系盡量搞掂啲地雷人渣先啦！哎 shit， 蝕唔到落木天嗰個位，女武神。好啦，睇下咁樣殺咗啲怪先。OK， 靚波。好。咁啊！大黑天孭住个地雷啦，而家爆佢先咯。大家留意到啱啱嗰只龙咧，佢失心啊，所以就佢死咗之后个骷髅标记发动唔到啊，好低 B。所以呢关如果呢关用失心嗰啲，自己注意一下啦。但系真系大黑天得翻两弯。嗯。哎呀，撞到！好，咦？个地雷唔见咗嘅，哦，我而家先知喎，系咪撞到撞到有扫雷嘅 partner 咧？嗰个地雷自己过去，真系啊！我而家先知啊，玩咁耐 ，sorry， 非常之专业嘅 YouTuber。原来孭住个地雷咧，跟住你撞到嗰啲有扫雷嘅 partner 咧，系会过咗地雷俾佢。系喎，其實我咪之前因為其實太少關有呢啲派膠盒啦，即係派地雷嗰啲我記得之前個關我已經唔記得咗係咩啦，係啊，係應該唔係超絕，即係唔係超絕爆絕，所以就唔記得咗咯。咁啊好打好多啦，咁啊知道有呢個特性嘅話就 OK 啦，即係開心大發現，哇哇哇咁遠都電到。好啊，女武神，我搞掂啲蛇仔先啦。嗱，水龙嗰碌炮，唔系太痛啊！你见到，即系同水爆嗰啲龙比系差好远。水爆住嗰条龙，我真系痛到 P K 嗰个上下 Lisa。我得呢只鸭都唔系好痛噶，射佢，哇！呢下唔中弱点。OK， 打天，哎呀，朝天炮撞唔到，我呢只唐老鸭都几多血噶，咁啊要撞一撞条龙啦嘛，哎呀撞唔死，谂住撞条龙去解除呢个所有情嘅状态啦，哇 shit， 好有心，第一度照搞死佢先，哎。木天啊，拍心萬大使到，哎呀死啦！哎，仲好咁样可以储到变金心啊！好啦，技术性储心就系呢啲啦。OK this， 哎嗰条龙唔使打喎。好。呢个中 boss 啦，哦 shit， 过唔到去大黑天嗰边，
佢呢啲追擊彈係一定要中喎，真係冇得避，冇得靠走位避。咁又有黑洞冇辦法啦，求九奇彈啫算啦。佢呢個都係好似冇專靈咁樣，係左右炮嚟。哇！呢度有傷害壁。好 ，high high 木天，我反而咁样都电唔到嗰只鸡。好啦，撞呢个木天，解毒 ，OK， 解晒状态咁就。我冇神，今次过到去啦 ，OK， 哇！啲龙都几少血啦，基本上撞几嘢收档。好啊，撞晒有情佢。好啊，唔小心杀咗条龙。我次次到木天喐，佢都系啱啱好有伤害壁。哇，呢个关键黐孖筋，好痛啊！好，巴尔干炮，好储埋个心靓啦。喂，阻住晒条龙。好啦，打环可唔可以摄过去啦？摄去木天嗰边啊！唉，摄唔到过去，我但佢都死唔去。哇，白爆！呢度等先啊，呢度拍咗心先，因为一只嘢一死应该过关啊，当系啦。咁我心如果唔食就冇咗啦会 ，OK？ 依应该入 boss 前一关嚟噶啦，哇！双龙炮，哦哇！一下朝天炮 KO 晒，顺便改埋毒咧，靓啦、啊！我有所有情，哎呀，斜得滞。喂，一啲血量都长期处于一半以下。俾咗心嚟啦，哎呀，算啦，呢度杀咗条龙，解咗锁技同埋呢个毒先啦，系咯 ，OK。好啦，残血入王关。O.K. 两个话两个地雷机械人喎，呢度几惊下。一个问题啊，而我冇呢、這个得一个扫雷，好危险啊。O.K. 我大黑天就再搞埋，千祈唔好俾佢派到地雷。如果俾佢放到地雷就 P.K. 咯。O.K. 女卯神摄唔到底。哇！大剂哇，四隻中晒毒，系咪咁劲？佢嗰个点样瞄，可以瞄到自己瞄到四隻都中晒咁劲，大剂咯！哇，扣二扣万五喎，毒黐孖筋唔掂喎，咁样咁啊，真系要嗱嗱声解佢啦呢度，解毒！我去扣完毒先解，我顶你，大镬！下低神木天正系中紧毒，因为唉个死人跑真系死啦，我命优异啦，喂，真系我讲下啫，点真系死 ？shit， 初见失败。